不添加甲醛，添加时尚与健康。精微啤酒，源自亚马逊天然松木，喜梦宝加斯，追求极致环保，德国低风气。家园隔电墙热水器，家园电热水器。今天诺瓦以创新技术率先进入新的洗衣时代，诺瓦洗衣液洗衣新主张。诺瓦日花，不添加甲醛，添加时尚与健康。精微啤酒，源自亚马逊天然松木，喜梦宝加斯，追求极致环保，德国低风气。家园隔电墙热水器，家园电热水器。今天诺瓦以创新技术率先进入新的洗衣时代，诺瓦洗衣液洗衣新主张。诺瓦日花，视频会议就要结束了，我要上网订单收鞋呢。马上马上，一人上网，全家苦等。选择我的一家，全家多人同时上网，无限宽带，尽享自由。我的一家，中国电信。脑袋呀、啊，脖子，肩背，手臂还麻，颈椎病，颈富康颗粒有效治疗酸麻晕痛，治疗颈椎病，颈富康颗粒承德颈富康药业，坚持服好使。中国高尚生活元素，水锦房。青岛啤酒 CCTV 中视购物，中央电视台唯一的电视购物频道，传承央视权威诚信品牌形象，恪守诚实销售、和谐共赢原则，坚持品质、价格、便利、责任的信念，打造电视购物旗舰品牌。我们拥有严格质检保障、便携物流系统、高效呼叫中心、专业制作团队、丰富资讯网站，为千家万户带来购物的满意与安心。我们提供7天送货到家、24小时无间断服务、365天全年无休。中视购物之品牌商品，让顾客买得放心，用得开心。我们的营销网络遍及全国，为商品开拓全新的流通渠道，使企业拥有广大的商务平台。CCTV 中视购物，诚信的家庭购物频道。中国名牌全有家私，一面不赢，一面电视两面真好，天天亲。天是立牌穿心莲，内脂低丸就是很消炎。成都骄子品牌文化广播有限公司，皮肤超细致，美丽不恐慌，冰箱里毛孔金豆一起白，神采飞扬，中国狼狼酒集团。有人这样问过我，播出的一条公益广告能不能改变我们生活中的那些陋习？我说不，公益广告对于社会中的那些不文明的现象也许不可能药到病除，但是我相信一条公益广告就好像是一盏灯，灯光亮一些，那么我们身边的黑暗就少一些。并且我更相信每个人的心灵都像是一扇窗户，窗户打开，光亮就会进来。我相信文明就在人世，离我们很近很近，近的触手可及。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10公分的距离，有时候也许只是几十厘米的宽度，但也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。我相信其实文明就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会在生活中不经意的领悟。有时多一个手势对别人来说就是多一份力量，
还有时多一点耐心的等待，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关爱。有时多一点点分享，对别人来说就是多一份温暖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迈出一小步，就为社会迈出一大步。所以我发现文明是一种，就好像奥运火箭传递一样，在每个人手中传递，也能够汇聚所有人的热情。我相信，相信屏幕前的你，更多的来发现，来释放自己文明的热情。文明的中国盼奥运，迎奥运，享文明，树新风。现代生活离不开能源，能源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，更加丰富多彩。但是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却在浪费着大量的能源，污染着我们的环境。节约能源要靠每个人的自觉行动，其实有时只是举手之劳。家电不用要断电，照明要用节能灯，离开房间要关灯，少乘电梯，多爬楼，多乘公交，多骑车。夏季空调设在26度，省电省钱又舒适。节约能源从我做起，从点滴做起，全民节约，共同行动。海盐。